抽烟，也跟人家一起喝酒。我玩到那么晚，就是我不想让他们见到我。过来，爸爸。哎。我现在跟同学在吃饭嘛，你那个微信给我转点钱好吧？你吃多少呀？你再给我转点呗，给我转点呗。其实我带卡了，我只是多问他要点。要了钱我就开心，反正我觉得爸爸妈妈给我更多钱，给弟弟更多关心。水先放了，然后用那个开水把它毛给拔了，然后呢就直接拿那个竹签穿过去，然后烧烤烤鸡。我觉得我要不也找个学校，我也去小学上学吧。这样的话我就不用担心我接下来一顿饭要吃什么，他都帮我准备好了。要做菜吗？吃什么的？不要脱呀！不要脱呀！吃什么？尝尝。我不吃，这不就是厨房吗？这什么东西？这好像已经烂掉了。这猪骨骼吧？这怎么拔的？你都说你哎，这熏死了都！哎呀，眼睛！有那着火了！哎呦，这个太困难了吧！